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坎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烈火战记，旭哥今天来提供最新的限时礼包嘛，然后也会就是把盾妹妹上神化了。这一次应该 SSR 的盾妹妹可以上神化了。那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观看这个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，在这个免费礼包码专区独家最新的，然后又有攻略初体验。重点是这个旭哥手游攻略这边有一个烈火战记专区，就是在频道的首页。那这边大概二十几部影片，大家可以找到这边，就是很多攻略的影片都在这个烈火战记专区。好，我们就开始了，输入礼包码。那怎么输入的？点上方的人头，接下来再点左下这个虚宝码，这边就可以输入了。那第一组十二 K 十二了。然后 followers F O L L O， 然后 W E R E R S F O L O W E R 十二 K， 然后再 followers， 这可以拿到400钻，然后这个50000的金币，还有4个转蛋卷，算蛮多的。那其实还有两组就是限时的，大家赶快使用。我用小号就是输入给大家看好了。用小号输给大家看哦，这两组是限时啊，然后快到期了，我就开一个小号测试给大家看。这两组目前还可以用，但是快到期了，大家赶快用用，就一起分享好了。反正这次盾妹妹应该是十拿九稳的，不用像上次抽那么不爽。好，点这个人头，点左下角这个，然后刚刚那个12 K followers 12 K， 然后。F O L L O W E R S， 这个是刚有领的嘛，就可以拿到400钻、50000，还有这个4个转蛋卷。接下来两组是限时的，这其实三组应该都限时的。那这个快到期了，大家赶快用哦。这一组快到期了，67 F， 然后07，然后1 47509，其实旭哥上次有分享过了，然后 A。67F071，然后47509A， 这可以拿到288钻，然后还有这个星辰，还有这个金币。再来下一组，7，然后 D， 然后78，然后 C， 然后03 7D 78 C 03，然后 CD1A 7D 78啊，少搭一个九 ，7D 七八九 C， 然后03 CDEA， 7D 七八九 C 03 CDEA， 就可以拿到20000的金币，然后转蛋卷，还有这个星辰。好，这个就是小号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回主帐啦，拿来开始抽盾妹妹了。这次上神话了，基本上没问题了。所以这三组都限时的，大家赶快领。限时的通常就是要赶快领的。那你慢看到的话，可能就已经过期了。好，准时开抽。那盾妹妹，我们先抽这个。哦，这次的转蛋券刚好可以凑整数啊。那我们就刚好凑整数就好了。看一下会抽什么。今天可以比较不用那么急了。哦，千眼呢，爽啊！欸，可是我最近重点不是千眼，我靠！反正我保底了啦，保底200 point 可以直接换一只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就是笃定可以拿到盾妹妹的原因，因为我是直接用保底换的。直接抽到保底了。哦，好来哦，细岩爽啊！哎，细岩不错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单张刚好把它抽掉。在招募，看来这次真的是要保底了。
好，最后一个十抽，把它保出来了。最后还是要用保底的换盾妹妹。盾妹妹来吧，脚来盾妹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换谁。我靠，竟然来，都是一些好尴尬的角色。哇，啊对，保底盾妹妹了，各位，直接用保的，老子就是用保的，也要把你保出来啊！旭哥的抽，这次抽了300抽，这个礼拜。大丈夫。直接把它保出来了。先把这两只上来。来了，感动的一刻，五氪玩家终于上神话了，各位观众，五氪玩家上神话的一刻啦，爽啊！好，其他的就一键进阶。哇，细眼也可以上，也快要可以上神话，再抽到两只就可以上去了。这个要怎么合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可以吃起来。哇，竟然没想到这个女船长，这个几乎没什么在用的。竟然可以养上来，我实在是晕倒。可见抽运是有多烂呢、啊，都会抽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上一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那一集实在是抽的太惨了，抽的太不爽了。这个应该没关系了，随便了。稀有加，反正最后也只是稀有而已。精英，啊。今天终于把这个盾妹妹上神话了，感动啊！第一只神话角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庭院可以玩一下。よかった。この世に戦争なんて存在しなければ。这个伊莲娜算是旭哥蛮爱用的角色。神话的盾妹妹，哦，好感动哦！现在下一只就是等这个细眼了，细眼即将上神话了。哇，五氪玩家玩到这一刻，实在是真的很感动。神话之后就是变神话甲，还是就是需要一直抽伊莲娜，所以现在契约就是一直要绑定伊莲娜了。现在最主要就养伊莲娜，还有就是细眼，细眼也是要抽再抽两只嘛，所以现在可能就是要抽龙鳞的。然后这个，我的这个，哎，南希也快要可以上神话了，也是差不多了，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只都可以慢慢上神话，好，越来越不卡了。然后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彩虹肖妈养上来，这是目前的精英家而已。好吧，那今天旭哥手游攻略就录到这边了，最新的三组限时礼包嘛，大家赶快使用，还有这个旭哥终于上神话了。感动啊！感动啊！神话还有东西可以领，爽啊！我的神话的盾妹妹，好，今天攻略录到这边，我们下一见。记得订阅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《烈火战记》专区。我们下一见啦！